日本也是一样，很可能台湾也是一样，韩国也是一样。心脏病的患者比糖尿病的患者多。台湾怎么样？嗯，对。台湾怎么也是一样？200万。心脏病渗透佛，渗透系的人，台湾有多少？渗透系8万的。8万多。可以说200万是吗？慢一点，因为肾脏病分五级算。继续。8万。哦，韩国的话，哦，韩国比台湾人口大2倍嘛？对，两倍嘛，不是4000多万吗？那边是4万，香港是4万。四万人。4万人，台湾人8万。可是大楼的话，我跟昨天说的嘛，大楼的话，我觉得大楼所有的经济成长的成果，在渗透期，他们爆发了。渗透期在那里，所有国家的财政会应该会在那里那里流失，国家会破产，大楼的非常非常大。而且你们知道那个现在的在一般国家的城市的城市里面没有住在不是住在地区，有一个医院的那个他们都是渗透系的，渗透系那么多，不是住在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什么医院什么什么医院呢？诊所。都是渗透系的，其实我觉得呢，渗透系这个是人类的很可能最大的问题，越来越多。那我大胆的主张，我们产品很可能是解决渗透性，而且肾脏衰弱问题的唯一的方法。我是慢慢说明为什么这样的话啊，你们说的马上听得懂。我今天这样公开一个我们的公司的秘密啊。原来我们产品不是糖尿病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原来是心脏病的产品。可是加拿大的最有名的国际上最有名的糖尿病的研究所研究出来的是糖尿病的产品，可是原来是心脏病的产品。所以这个是这个里面的有一个成分是东南亚原始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种族的生长结石洗出来的。喂，嘿。所以我们对心脏病很有关系。我告诉你。深圳，我问你啊，这个很有意思的统计，台湾的话哦，深圳病的患者里面，有了糖尿病得到的深圳病的患者多少？这个是我是韩国完全一样。40。那就是高血压呢？高血压大概有10几，应该是说肾炎性的，因为高血压。所以原因不知道的是大概多少？原因不知道的，大概韩国的15%，十，这差不多一样的啊，一样的。然后几个那样的统计哦，每个国家都一样，都一样，包括日本也一样。但是在中国大陆不一样。不一样。不是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的疾病在这2年才开始发展。是不是？所以他大概只有17%的糖尿病病人。
很多隐藏性的没出来。哦哦哦，那个是这样子，我一直是说，如果深圳这个长期还健康的话，大部分所有的病会治好，所有的病，所有的疾病啊，如果深圳健康的话，癌症也好，其他病也好，如果他还有深圳病，深圳健康的话，可以治好。可是如果这个坏掉的话，从那个开始，很难。那原因，我刚才说的那个话的原因是这样子，深圳就是身体里面好东西和坏东西分别，然后坏东西都排出去，好东西都保留的，为什么？深圳这个是很妙的，我们身体里面的几百万几百万的那个化学成分里面，这个很妙的，它怎么分别出来？什么？哪一个是身体需要的？哪一个是身体不需要的？就是真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哦，化学什么什么什么工业啊，发展多少也是绝对跟不上这个神脏的这个妙的那个功能，这个太妙了。同时，这太妙，可是同时很容易发生问题。所以呢，我昨天我跟你说的，我们很可能等到诺贝尔奖不是在糖尿病，就是在自己免疫那方面嘛。我告诉你，这是我的个人的主张，不是学界共同的主张。我觉得呢，深圳小区有炎，或者其他的深圳病，是自己免疫。我是这样主张，为什么呢？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就是把这个比喻吧，这个木，所以呢，把好东西放这里，把坏东西放这里，实际上是做这个题目。可是呢，有一个混乱，是把自己的细胞当做坏东西，然后把它生长器本身啊，要把自己的细胞、自己的生长细胞当做坏东西要排出去，就在那里发生那个化验。我觉得呢，我们不知道的不知道原因的10%、10%就是那个自己免疫机制发生在身上，就是这个变成生小区的化验。所以呢，那我昨天我跟你们说了嘛，那个自己免疫发生的时候，我需要什么呢？这里自己免疫发生的话，这里跟这里需要一个血统的提高，是自己免疫发生的化验的周围需要血糖的提高。如果我们把那边的血糖降低的话，自己免疫机能也是那个降低了，减少了发炎机制是那个机制可以停止了。然后呢，我们产品用那个，特别是我们的那个white tea，而且那个这个话，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把那个血管，而且特别是身上没什么特别的，那个毛细血管跟神经的球嘛，所以我们叫做神脏小球啊。这个里面的那个很细的血管里面的脏的东西吸出来，所以我们用这个跟这个金融石，这个是新的，这个是旧的，用这个的话把身上里面的那个坏东西啦、化验的结果啦都吸出来的话，身上变得很健康。我们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例子，案子，心脏患者完全恢复健康的患者很多，所以呢，我告诉你那个，现在也是一样嘛，现在那个心脏呼吸这个机器，世界最大的厂商是 Box 的，Box 对，还是 Box 的吗？对，德国的，已经不是 Box 了。巴斯达拉现在主要开发这些就是腹膜透析，那个机器的血液都是应该肺生成的，是吗？德国他们发现了用自己的机器的那个证书，开始报告给他们的患者们，以前的每个星期来三次的患者们已经不再来，所以 Baxter 开始调查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发现了我们的产品，患者们用了我们的产品不再来，所以那个公司找我们的，然后呢，他们要买我们的公司，我不卖，我说你买，你卖我一个，你卖我们的公司，我不卖。所以，用我们的产品的话，那个渗透性的次数频度三次的人，三次的人全次吧，三次一周三次的做一次，吃多久？这个需要耐心，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我们的效果，我们产品的效果很慢，不能。那个渗透性的人不能吃多，不能他应该开始是应该这样，然后可增加，这个需要时间。可是他我刚才说的很重要，很重要，重要重要这个是最主要的考试，没有金博士考试。那不是那个是重要什么关系啊？他重要就是那个，你绝对不能告诉别人，你绝对不能。你怎么办？没关系，老婆会告诉他。有结论吗？所以呢，我们产品很可能是解决渗透性，而且深层狭球炎的那个唯一的办法。我另外有告诉你，为什么我们的产品是渗透性？而且肾脏移植，肾脏移植，你一年你台湾，没有多肾可以吗？很少，没有肾，几十例哦，几十例也不到了。我们多么就是，他们都是经过大人哈，以前的什么？以前的什么？肾脏移植是这样子，肾气和小区也是一样的。只要肾脏移植的话他们用那个immunosuppressed 的免疫抑制剂嘛，对不对？因为肾脏移植，您找的时候对您合的肾脏可是还是别人的嘛，排斥。所以呢，移植的话继续打。免疫抑制剂，对不对？对。免疫抑制剂是提高 insulin resistance， 对，免疫抑制剂把胰岛素抵抗性提高，变成糖尿，又来了。所以呢，肾脏抑制一次、两次、三次都能。因为肾脏抑制有了糖尿病。坏掉，心脏抑制，然后不是免疫抑制剂又一剂，第二个糖尿病的，胰岛素抵抗性没有副作用的自然的办法，安全降低是世界只有我们的产品，所以心脏抑制在那里也是我们产品是必须的，肾小球也是啊。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说的我说那个我个人相信
生长区的烟的问题，尘土石头基本上就是地层免疫的问题。所以呢，生长区烟也是他们用免疫抑制的，除了那个就没有办法。那个提高胰岛素抵抗性，那个引起糖尿病。所以呢，我的主张，为了控制或者治好糖尿病的话，到现在科学上公认的就是我们产品是世界唯一的。同时呢，特别是神经病患者的话，他应该用我们的产品的医学无助，应该控制糖尿病的时候需要我们的产品，要控制那个肾小区的问题的时候，用免疫剂的时候，那个也是需要我们的产品。如果抑制的话，也是需要我们的产品。肾脏病患者的话，没有我们的产品是很难，真的需要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可是我们为什么从开始不是做了肾脏病的产品吗？研究这个产品的那个研究所是世界著名的糖尿病研究所，所以为了商业上的理由，糖尿病研究所研究出来的是糖尿病产品，所以变成糖尿病产品，实际上是我们原来是肾脏病产品的。所以我觉得呢，以后您我们就是为了肾脏病患者的资料整理一下啊，然后我们能当得了的肾脏病患者是很多，很可能比糖尿病市场肾脏病市场是更大的，这样。所以肾脏而且我们已经做过视频，就是说肾脏病患者用我们的产品还需要什么什么样的食疗。我们针对于肾脏病患者，我们可以帮的是真正的帮的人。他们因为我们产品哭，他们是这样子，而且我们有好多那个视频见证哦，是说有些老太太们说，我18年第一次小病了，这样子。因为他们的愿望是不是大，我只能这小辈子是我的，他是唯一的愿望。可是哇，就来了，他只是那么高兴。这样，这个我一直是学说病。那个到肾脏之前应该已经到了肾脏的话已经变成了，肾脏是那种场景。所以以后我们慢慢的我们视频都有，不是已经那个肾脏的患者们来的话，我们怎么说明，然后我再说一遍啊，你们应该给我们的茶不是胶囊吧？肾脏病患者的话，不要给胶囊，给茶。这个虽然是茶，不要放在水里面，缝着直接吃。因为肾脏病的患者的话，喝多水的话，不能解决的。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给普通人的量的1/8。如果普通人吃一个茶匙的话，茶匙的1/8少少，然后大概1-2个星期就增加，然后增加，然后增，所以花1个月，慢慢的增加到就库里普不在了吗？怎样就是来不来的吧？待会到。这个可以打开吗？可以啊，可以。可以吗？
我借给你们很多了，这个。对。啊、哦。我高斯换的就是每天讲一八，啊、哦，每天一八。正常换子。哦，正常换子的，一八可是有肾透析的患者的话，每天用八分之一，然后啊八分之一，然后第二天，然后几天，然后哦增加，然后增加，他知道，感觉他知道哦，我已经对了，他知道，所以哦他开始用正常的每天一发的话，差不多已经完全不一样。这个是一样，这个是比这个强，所以强一点，强啊！所以呢，这个是的话更小，我这个里面有很小小的石子，有比较大一个是吧？所以所以用那个很小石子，然后在这里含着想一想啊，为味道很好，这个味道还可以，然后吞下去。不是很苦哎、欸，苦是开 white 还是不苦？那个 white 不苦，他们不要用 green， 他们只要用 white。然后呢？哎，您我说您那个。今天早上发的那个，你们两位，你也是需要的，高血压。哎呀呀呀呀！那就是他是那个三种药的。哦、